看到父亲的尸体，吓得当场死了。捕头夫人一时激动也上吊自尽了。什么？因为我的一时错判，竟然让他们家灭门了？这件事事出突然，怨不得大人。是我的过错，我对不起他们呢。大人，大人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要让你身体溃烂，不得好死。吓死我了，我怎会做这个噩梦？我要让你身体溃烂，不得好死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因果病，我前世害了捕头，他来向我索命了。普贤菩萨，弟子知道前世罪孽深重，今生愿意终身吃素，常年诵经，所有功德回向给捕头，从此忏悔过去所造恶业，希望能够化解捕头心中的仇恨。弟子死不足惜，只愿捕头不要再心怀怨恨，早日得度，往生极乐，南无普贤菩萨。在普贤菩萨的保佑下，小树的麻风病彻底痊愈了。从此他领悟到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的道理，世上许多奇难杂症不治之病，多是因果所致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畏。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风朴实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欲望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仿出食物，有的做哞哞声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
并维持园区的运作。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，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。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，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。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注意事项，才能妥善防疫，让你我都安心。提醒您，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，务必做到以下事项：一、全程佩戴口罩，屡劝不听者，最高可处15000元罚锾。二、配合测量体温。三、避免交谈。四、不要饮食。出入公共场合时，请保持室内 1.5 公尺、室外1公尺距离。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，请全程佩戴口罩。感谢您的配合，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支持与鼓励，不要让防疫的距离影响你我心的距离。
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